彰化县年度暑假盛会王宫渔火节因苏力台风来袭，活动顺延至本周六日办理。本次活动将于7月20、21日一连两天在芳苑乡王宫渔港隆重登场。彰化县长卓伯源日前亲自到台北市强力宣传，记者会邀请海洋音乐季主持人艾辰与王彤，以及海洋音乐季压轴偶像歌手郭靖来到现场同欢，并进行美食飨宴王宫大鹅堆美食分享，现场趣味横生，共同展现彰化王宫的在地特色美食料理。卓县长表示，我代表彰化县邀请全国的乡亲贵宾好朋友，大家能够再度的光临最精彩最璀璨的王宫渔火节。我们彰化县的王宫渔港是我们台湾十大魅力渔港之一，我们今年呢是彰化县建县290年，所以我们今年的王宫渔火节呢内容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为了展现我们彰化县浓浓的人情味以及我们欢迎乡亲的诚意在活动的现场呢有准备免费的耳堆蚵爹的美食来飨宴给大家。我们竭诚的欢迎大家到我们王宫渔火节最棒的王宫渔火节海洋飨宴，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大家，谢谢。王宫渔火节重头戏海洋音乐季将由幽默逗趣金牌主持人艾辰、全方位美女主持人王彤担纲主持，演出阵容非常坚强，除了邀请多位观众最喜欢的艺人以及国内多组知名乐团演出，并且安排了绚丽的烟火秀，将为王宫的夏季夜空点燃璀璨星光。同时为了行销彰化农特产，活动当天在福海宫免费提供在地食材的精美料理，欢迎所有民众到王宫体验不一样的在地特色。相关活动资讯请上活动官网查询。公益频道陈文硕彰化采访报道。